是第二组高频凝聚，就是我们现阶段完成的进度。这个模型是在模拟我们卖场的模拟情境。这个卖场是由这块图的这个区域所衍生出来的。我们现阶段的完成度就是，我们已经能用高频的音讯进行资料的传送与接收。现在我们模拟，我们人拿着手机开着 APP 在这个卖场里走动的情境。那这是我们目前开发的 APP。然后，当我们人拿着手机开着这 APP 走到这块区域的时候，就能看到我们接收到这个扬声器所传送的资料，并在这个区域显示我们正在这个位置。然后现在我们将拿手机绕着这个场地动，我们现在能看见，当我们离开这个区域的时候，那块区域的标示就会消失。接着我们进入下一个区域，我们看见它就显示这个区域打个星号，代表我们正在这个区域。然后接着我们进入下个区域，现在我们到达了 A 区，我们就会看见 A 区打了个星号，代表我们现在这个地方。好，然后现在我们到了厕所，我们就会看见在厕所的这块区域打了个星号，代表我们在这个位置。接着我们进入下个区域，现在我们到了通往 B3 的入口处，我们就会看见在这个入口处标示了一个信号，代表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。这就是我们目前所完成的进度。